大家好啊，我是那个 KK 和毛毛的爸爸啊。今天天气真的是非常好，忍不住录一段这个，继续录一段这个秋葵的这个视频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啊。你看，我记得2天还是3天之前我录了一个视频，然后你看今天又是一颗，又长出来一颗。这个东西呢，长起来真的是非常快。我把那个暗疮打开，看一下啊，看2、3天，3天左右它又有一处，然后这个旁边，对吧？今天早上，因为现在秋天，把窗关一下，外面太吵。最近好像装修的人家特别多，到处感觉。我之前去理个发，也有人装修，然后对面的那个小区也有人装修，我们这幢楼的隔壁也有人装修。大家都觉得天气好，或者疫情结束以后都想家里弄一下，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然后我早上一早起来，反正就浇了一下水，因为这个盆小。你不要小看秋天的这个太阳啊，秋天这个太阳相当的厉害，不亚于那个夏天的那个太阳啊。所以说，什么叫秋老虎？秋老虎就是这个意思啊，秋高气爽。你看，蓝天白云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吧，啊，谢谢大家观看。